其实啊、做很多事情有时候不见得是大家认为对的事情才应该去做，大家认为对的事情去做的时候已经太晚，其实你能够做的贡献是非常少。所以我们希望就是，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我们现在手边有的资源，就像今天我读设计、读建筑、读材料，是为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我们有贡献力，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去做。这几面墙看起来非常有设计感，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废弃丢掉的 CD 和 DVD。在任何行业，只要你认为这件事情对的，你有那个热情，你相信这件事情是对的，我觉得都应该去做。那重点是你那个热情可不可以保持得很久，让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专注力去做这些事情，你认为对的事情。那它是需要以某一种奉献、某一种付出，启发无限可能。This is who we are.